喂，姐姐好，是大宝。大宝哥你好，等一下我叫个小白姐姐来。等一下啊，我天哪！彩彩，彩彩，我跟你说，你再等一等，就彩彩一心就觉得这个电话是月月的，但没想到是找我呢。当时特别心疼他。你给他一个时间，你给他规定一个明天。别让大宝哥哥等。你给他规定一个时间，明天没有，几点？12点，今晚12点。 今晚12点，孩子现在都11点半了，不行。今晚12点，已经很久。哎，睡了吗？没呢。嗯，我差不多快到了。本来想，好像今天没跟你说晚安，跟你说一声。嗯，没别的事儿啊。没别的事儿，没别的事儿。所以说什么？说我好梦。明天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